们现在开始讲课，讲课之前啊，请大家发菩提心，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发誓成佛，为了获得佛的果位啊，我们今天闻思，然后就是精进的修心啊，成佛以后就度化无量的这个众生啊，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呢，今天我们讲的课就是内加心的这个第二个修法啊。昨天呢，我们讲了这个内加心的第一个修法，也就是这个皈依的修法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讲这个第二个修法，菩提心的修法。那菩提心的修法，我们曾经讲过很多次了。在这边也讲过，每年都讲过了这个菩提心的修法。然后在其他地方呢也讲过很多次啊，这个菩提心的修法，比较广一点的，然后呢比较简单一点的都讲过很多次了。那今天我们还要讲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因为这个菩提心的修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说啊，这个皈依的修法和这个菩提心的修法这两个修法呢啊，比其他的任何一个这个修法都重要啊。这两个修法虽然是在这个前行的这个修法当中，但是呢实际上这两个修法比真心呢还重要，比真心的修法还重要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没有这个啊，没有这个皈依的没有皈依，还有就是尤其是没有这个菩提心啊，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无论是修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啊、大圆满啊，或者是修什么样的法也好，都不能成为这个大乘的这个佛法啊。这个菩提心呢，就是整个大乘佛法的这个灵魂啊，或者是它的精华。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菩提心啊，那就不叫大乘佛法了。比如说我们修空心啊，修这个大乘佛法里面讲的这个空心，比如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多里面讲的大中观的这个空心，那这个空心它本质上来说啊，应该是这个属于大乘佛法的这个属于大乘佛法的，这个修法也应该是属于大乘佛法的修法，但是呢如果没有菩提心啊，那就是不是不这个这个不叫这个菩提心的修，这个不叫大乘佛法的修法。你们可以看这个大圆满的前心啊，普贤上师言教的这个前心备忘录啊，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了。如果没有菩提心啊，修大圆满闭关九年啊，闭关九年修大圆满的话，也不叫这个大圆满啊。这种修法啊，这个也就得不到这个任何啊，这个得不到任何大乘啊、小乘的这个解脱啊，连一个解脱的这个种子啊都不能种啊。所以这个菩提心，如果没有菩提心的话，其他的这些升起次第呀、圆满次第呀这些修法啊，都是不起作用的。升起次第它也不能称为升起次第啊，圆满次第也就不能称为真正的圆满次第。所以必须要有菩提心啊，那就皈依呢更重要。这个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如果没有皈依的话，连佛教徒那都谈不上了啊。所以这个是相当重要啊，我们千万不能啊这个忽略这些前行的这些修法呀。以后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能不能够成为一个比较有成就的这个修行人呢？啊，都要依靠这个前行的修法啊。前行的修法如果修得好，然后呢，这个以后的修法都一定会修得比较不错的。如果前行的修法没有修好，也就是这个出离心跟菩提心的基础啊不扎实，这样子的话呢，后面的修法都修不好的。所以在这个菩提心的修法上面呢啊，需要花多长时间都没关系啊，一定要好好修，这个相当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要讲这个菩提心的修法，那因为这个太重要。
首先我们讲啊，什么叫做菩提心啊？简单的讲一下，这个《慧灯之光》里面呢讲了很多次了啊，然后其他的书里面呢也就讲得很透彻的啊，很透彻，讲的也很广。比如说《现光庄严论》啊，《现光庄严论》，我们在座的菩提学会的这个成员啊，很多也学过了，那现光庄严论的这个当中啊，这个菩提心讲得非常清楚了，菩提心讲得非常清楚，很透彻，讲得很广啊，这样子的。但是呢，他讲什么呢？就讲菩提心的这个本体是什么呀？然后菩提心的这个分类啊，然后呢，菩提心的这个就是讲这些啊，他并没有讲菩提心的这个真正的修法，没有讲修法，这都是菩提心的这个相关的知识啊，就是理论上讲，那这种知识呢，我们也要学，也要学，但是呢，这个不是最重要了，我们啊最需要的就是菩提心的修法，修法才是最重要的，那其他的这些，比如说啊，这个宗喀巴大师的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啊当中。也讲得很清楚了，这个里面也有这个菩提心的知识常识，然后呢也有菩提心的修法啊，都讲得很清楚，这些书里面讲的都很清楚的，以后呢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这个阅读这些书，学习这些书啊。那我们今天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什么是菩提心啊。首先啊，我们用这个世间的爱心和这个佛教的慈悲心啊，然后菩提心，这三个是三个不同的层次，三个不同的这个层次，那世间的这个爱心是什么样子呢？啊，这个就是我们还没有这个佛教的慈悲心这么深啊，没有这么深，这个慈悲心啊，佛教的这个慈悲心什么样子叫做这个佛教的慈悲心呢？啊，首先。慈就是愿天下所有的众生，能够得到幸福啊，能够得到这个快乐啊，这样子的，而且这个幸福和快乐呢，也都不是这个时间的，不是这个事，它指的是这个处世间的解脱方面的这个幸福快乐啊，慈就是这样子，然后。悲呢就是愿天下所有的众生啊，远离所有的痛苦啊，这个大大小小所有的这个痛苦，所以这个呢，这个世间的我们平时说的这个爱心和这两个呢与这个深度不一样啊，这个两个有差别，然后在菩提心的这个慈悲心的基础上啊，然后就是为度一切众生，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啊，然后我先成就啊，先成佛，然后我要让一切众生成佛啊，就是要有这样子的决心，就是简单的说啊，菩提心的本质是什么呢？啊，就让一切众生啊成佛啊，我要让一切众生成佛，就是一个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子，这叫做菩提心啊。这个菩提心啊，它不仅是希望一切众生幸福呀，不仅是希望一切众生这个远离痛苦啊，就不仅是这一点啊，我要啊这个为啊，我要让所有的众生都要这个成佛，让所有的众生都获得这个佛的果位，这样子才叫这个菩提心啊。那这个菩提心跟这个慈悲心就是不一样啊。慈悲心呢，像这个像小乘的这个佛教徒啊，他也有慈悲心啊。然后呢，有些时候这个像世间的啊，这个天人啊，或者是人间的这个有些啊，很多人也有这个慈悲心啊，慈悲心可以有，但是呢，菩提心呢？除了这个学佛的，尤其是学大乘佛法的人以外，都没有这个菩提心。那菩提心我们可以分两个，第一个就是这个对为了一切众生啊，
啊，这叫做慈悲心啊，慈悲心是菩提心的这个一部分，嗯，然后呢，这个另外的一部分是什么呢？啊，要让一切众生成佛啊，啊，这个让一切众生啊成佛，要解决这个所有众生的痛苦啊。这个痛苦呢，啊，它并不是说啊，我要挣更多的钱，然后就去帮助穷人啊，就是啊，或者是用其他的这个方法去啊，这个解决一些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啊，这个啊，这个问题啊。这样子的这个发心叫做爱心啊，这就是爱心，我们世间的爱心就是啊，就我们去挣钱，然后就做一些这个慈善的事业啊，然后有需要的时候呢，我去帮助这些人啊，给他们解决一些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问题啊，这就是这个世间的这个爱心啊。然后呢，佛教的慈悲心在这个上面呢就不一样了，更深啊。然后菩提心呢，在这个世间的这个啊，这个菩提心呢，这个慈悲心的基础上啊，然后呢就更深一个层次啊。所以这三个层次都是不一样啊。那最后菩提心是我们为了天下啊，我们要度化，就发啊发誓要度化一切众生，嗯。但是呢，度化一切众生怎么样度？啊，这就是我自己先成就，那我们自己先成就了以后呢，才有能力去度化众生，嗯。如果我们自己啊不成就的话，那我们今天呢没有任何能力，要度一个人都很难，其他的不说，就是我们自己家里的这个像父母呀或者是儿女呀，亲人呢，都没有办法说服了，比如说我们有些家庭，这个儿女学佛学得非常虔诚，但是呢父母就这个不学佛了，那就儿女也就说服不了这个父母，嗯。有些家庭就是父母这个学佛了，但是呢儿女不信佛，儿女，这个父母就说服不了，那儿女度化不了，有这种情况啊。目前我们的能力就是非常有限，那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学得不好，我们自己学得不好。如果我们学得好，在我们的身上，就是其他人如果看到一些这个成就的这个标志，或者是看到一些学佛的优点，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时候就我们呢不需要去劝人说，信佛，其他人呢也就自然而然就会这个学佛的，嗯。但是呢我们第一个，这个，学佛的理由，学佛的理论，佛教的教义我们自己懂得也不多，所以这个说起来也没有这个说服力，有些时候呢动一点，但是呢别人，也就不愿意接受，他们也不去思考这么多的，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除了这个理论上的这个以外，还有我们自己的修心，修心上，我们的修心，目前就是很有限，没有什么成就，所以我们的身上，别人呢他们，连家里的人都看不出什么学佛之前跟这个学佛之后的这个变化，都看不出来。所以就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经常在家里啊，有就因为这个学佛和不学佛的这个问题，那就家庭就出现一些这个冲突啊，经常就是出现一些小小的这个事，就摩擦啊，这样子以后呢就我们，没有办法度他们，这个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修行的力度不够，那我们要度众生就发了一个这么大的心，那怎么样去实现，那就是我们自己要去修心，才能够这个实现，我们的成佛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度化众生。但是呢，不成佛的话，这个度，没有办法度众生，所以还是要先自己成佛，这个是最重要的。首先是自己成佛，成佛了以后再去度众生。这个我们前几天讲过了，体育运动员首先，自己去这个锻炼，并不是第一天就去参加比赛，
锻炼完了以后，然后去参加比赛啊，这样子以后呢，才有可能拿到冠军。嗯，同样的道理，我们啊，大乘学佛的人啊，这个发心是度众生，嗯，发心是度众生，但是呢，我们啊，第一天发菩提心的时候就去度众生啊，这个是不太现实的，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嗯，所以呢，暂时啊。最终的目的是这个度众生，但是呢，暂时我们要这个提升自己的这个生命啊，提升自己的心灵，这样子以后啊，然后就把我们的一些烦恼断除了，然后就是有一些这个时候呢，会有一些这个力量啊，这个时候有度化众生的这个能力啊，这样子先自己学，先自己成就啊，那我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啊。我一定要先成佛啊，这样子的。这个度化的意思，释迦牟尼佛啊，有大乘佛法啊，尤其是大乘佛法，也这个不排除我们去，这个就解决一些，比如说穷人呢，就给他们一些这个生活的用品啊，如果。就有些病人没有人照顾，那就去这个当义工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嗯，但是呢，这一切都只能解决暂时的问题啊，这只能解决暂时的问题。这虽然是好心啊，虽然是好事啊，大乘佛教徒应该做的事情，这个佛也这个鼓励我们去做这样子的事情。这个。大乘佛法，大乘佛教徒的所有的这个修心呢，可以归纳为这个六度啊，六度。那六度当中啊，第一个就是布施啊，这布施里面呢，就是这些都包含了啊。这个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这些事情，虽然是要去做啊，但是这个呢有一个过程啊，有一个过程。这个这些都是不是最重要了？最重要的呢，我们自己成就了啊。成就了以后呢，我们给这个众生啊指一条路啊，然后他们所有的人，也就是从这个轮回当中自己啊走出来啊，自己走出来，就自己能够解决自己的这个生老病死的这个问题啊，这才是真正的这个利益众生啊啊。另外的就是我们暂时。给一点钱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等等也是这个慈悲心的表现，非常好的。但是呢，这个只能解决一些短暂的这个困难啊，短暂的痛苦，这个不解决根本的问题。所以佛的这个眼光就是放得很远的啊，所以佛认为这些也是很好的，也应该去做啊。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最主要的就不是这个啊，最主要的就是让所有众生明白啊这个人生的真理啊，然后所有众生明白这个生命的真理啊，这样子以后呢，他们自己能够证悟了啊，证悟了以后呢，他们自己走出来啊，从这个轮回当中走出来，这个是佛认为这个是最重要了。那所以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首先要这个发这样子的心，嗯，但这样子的发心啊，我们从表面上看起来，有些时候我们也有这样子的这个发心啊，有些时候的确心里就是像诚心实意的像我要度一切众生，我一定要成佛啊，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念头啊，因为学大乘佛法。然后就听到一些大乘佛法以后呢，有些时候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念头，这是非常好的，嗯，但是这个念头啊，我们没有这个去训练啊，没有训练，这是偶尔就冒出一个这样子的念头啊，但是这个念头呢，它不可靠的。它不可靠的，就是我们自己情绪比较好的时候，心情比较好的时候，就会偶尔就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念头，但是呢，在关键的时候就不会有的，这种念头不会有，所以要这个训练要培养这个菩提心，这个就叫做菩提心菩提心是这样子，我简单的说，我首先今天讲的是我们的平时我们说的这个爱心还有就是慈悲心，
还有菩提心，这三个不同的层次，这三个要分开啊，这样子。然后呢，最后这个菩提心是什么啊？啊，并不是说我要去为了去这个去当义工啊，去这个等等啊，不是，并不是这些，就是要让一切众生成佛啊，解决所有众生的这个生老病死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叫做这个菩提心。简单的说就是这个是菩提心。那然后我们要培养这个菩提心这个菩提心呢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有些时候有，但是这个不稳定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表面的，实际上是真这个在不这个还没有修出这个菩提心的时候呢，一般都不可能有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如果有的话，这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这是肯定是这个前世的这个因缘因为是前世修大乘佛教但是呢在前世这个上一世没有成就这个这样子以后呢，这一生也就这个菩提心自然而然就先天的这个菩提心这就是叫做先天的菩提心，但是这种很少，我们不能以为自己有这样子的菩提心，不会有的关键的时候就根本就不会有的所以还是要修菩提心，这是最重要那修的时候这个怎么样修呢菩提心的修法有很多种这个菩提心的一个修法呢，这从文殊菩萨，然后就是龙树菩萨然后吉田菩萨，这样子这个传下来的一个修法，是在这个如菩萨心论当中讲的这种方法这种方法是自他相欢然后就是这个自清他种这种方法去修这个菩提心这是一种方法。那另外一种方法呢，从这个弥勒菩萨、悟浊菩萨，然后就是阿底夏尊者从这个地方传下来的另外一种这个这个菩提心的这个修法。这个修法呢就是先这个知母怜恩报恩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去修这个菩提心的修法那这两种不同修法修那一种这个修法都可以升起这个菩提心，如果修得好的话那都能够这个升起菩提心但是呢我们现在就是这两个不同的传承融合在一起修菩提心那怎么样融合呢首先我们菩提心还没有升起来的时候呢，就是用这个阿底夏尊者的这种方法去修然后呢菩提心这个实素菩提心升起来了以后呢，用这个吉田菩萨的如菩萨心论当中讲的这种方法去，然后这个增长这个菩提心菩提心虽然是有了，但是呢也要增长，如果不增长一直都停留在这地方的话，那也是不够的，要这个增长菩提心增长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这个成长这个菩提心呢，那就是用这个自他相换等这种方法来修这样子呢菩提心还没有升起之前，就是用阿底夏尊者的这种修法然后菩提心升起来了以后，就用吉田菩萨的这个方法，这样子以后呢，两个不同的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就圆融在一起了。在藏传佛教里面呢，菩提心的修法主要是这两种，主要这两种。那这个两个修法当中，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阿底夏尊者的这种方法前行备忘录当中也讲得很清楚了，我们就今天就讲这个修法那这个修法修累加心的时候的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和这个我们平时的这个菩提心的修法有什么差别呢这个具体的修法上面呢没有什么差别都是一样的但是呢有一点不一样是这个我们修这个无加心当中的这个菩提心的时候呢，我们要观相昨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归经要观相这个归经归经观相在前面这个归意的时候是一样的，
观相在前面啊，这个佛啊，佛法僧或者是上师本尊空性啊，他们就作为我今天发菩提心的证人啊，作为我的证人，嗯，啊，他们就是在他们的这个桌前啊，我就发菩提心啊，就是一个这是不同的差别啊，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差别了，具体的修法都是一样的啊。那具体的修法，首先怎么样修呢？啊，首先是这个，这个叫做阿底夏尊者的这个修法啊，阿底夏尊者的这种思维的方式呢，他有这个有叫用这个七种因果啊，七种因果啊，七种因果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整个这个修法的过程呢，就是有不同七个不同的这个层次，不同的层次，那这七个不同的层次前前后后是连啊有关联的，有关联的，因为要依靠前面的修法，然后就是就修在前面的修法的基础上修这个后面的修法，前后是有关联有关系，所以叫做因果啊，前前就是因，后后的啊就叫做过，所以叫做这个这个叫做七种因果关联啊，这个是七种因果的这个修法。那阿底夏尊者还有宗喀巴大师啊，很多的这些过去的这些这个噶当派的这些上师呀，非常了不起的这些上师，都是用这种方法去修菩提心。那我们现在大家都是用这样子的方法去修菩提心。就像千心备王炉啊。这个是尼玛巴的这个菩提心的修法。那这个里面呢虽然是没有讲这个七个这个七个因果，虽然没有讲，它是这个执母怜恩报恩啊，然后就是菩提心啊，这样子的话只有四个了，只有四个，但是呢实际上这里面都已经包含了，包含了，但是我们今天呢这七个分开讲的话就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啊，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个来讲，我们的千心大圆满的千心里面呢，它没有讲这个七个，然后呢这个千心的北王路当中呢也没有讲七个，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时候用这个阿底夏尊者的方法啊去讲的话，就讲的比较清楚。那首先我们这个第一个，我们学大乘佛教的人学大乘佛教的人想成佛的人想发菩提心的人，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步是什么呢？第一步我们要学会爱所有的众生。这个我前几天在微博上也发了一个，这个是说的时候很容易，但是呢这是一个很重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要爱一切众生这个爱什么意思呢？就是儿女我们对父母的这种爱它并不是其他的，就是我们对父母的爱，或者是父母对我们的爱这种爱，首先要这个去这个修这种这种爱，爱所有的众生包括这个蚊子这个蟑螂蚯蚓蚂蚁这样子的这个生命，我们都要去爱就是先要学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有这样子的爱心以后我们就会有这个后面的慈啊悲啊菩提心呢都会有的。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三个分开了爱心还有这个慈悲心还有菩提心，这分开了。那分开的意思呢，这三个这个厚厚的就是在千千的这个基础上所以首先是必须要有这个对所有众生的这种爱心这个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种没有这种爱心，那平时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我们就这个我们的爱心虽然是所有人都有爱心，包括动物也有但是呢这个范围很小非常的片面我们就爱这个我们的父母等等的，但是呢除了这几个人以外我就没有这样子的爱所以我们平时都不考虑这些众生的这个痛苦
啊，这跟我们以前也讲过很多次，比如说我们在路上啊，看到这个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啊，看到交通事故啊，在这个时候呢，有些人死了，有些人受伤，在这个时候，如果这些人当中呢，没有我们自己的这个亲人啊，没有我们家里的人，那没有亲戚朋友，那这样子的话，那就大家都觉得啊，发生了交通事故，其他没有什么感觉了啊啊。然后呢，如果在这个啊这几个人当中呢，有我们自己的像父母啊、儿女啊这样子的话，那就完全是不是这样子，情况就不是这样子了啊。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爱心的，就是因为很片面呢，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些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感受不一样了。如果在这个人当中有自己的这家里人的话，那就一定去啊想一些办法啊，就送他们到医院呢 啊等等啊。如果没有，那我们就不会去管这个事情。一般都是这样子啊，这个是什么原因？这就是说明啊，我们没有爱一切众生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呢，没有什么感受啊。所以第一个就是要第一步要学爱一切众生。那爱一切众生怎么样？我们凭什么要爱这个啊？这个蚂蚁啊，凭什么要爱这个蚯蚓啊、苍蝇？这样子呢，这个也需要一个理由。那没有这个理由的话，那这个怎么样培养这样子的爱，这个很难的。那这个理由是什么呢？这个理由就建立在这个前世今生这个轮回上面了啊，就是这个轮回上面，轮回的观念。所以这个轮回呢，就是我们佛教的这个一个基石啊，非常重要的啊，那就是建立在这个上面啊。这个比如说一个这个啊蚂蚁啊，在这一生当中啊，这个蚂蚁对我啊没有什么这个恩德，他对我没有什么恩德。那因为他对我没有恩德，所以我对他也没有什么感情啊，没有感情，我也不爱这个蚂蚁。但是呢啊，上一世再上一世的时候呢啊，就是他曾经做过了我们的这个父母。如果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呢，然后啊就开始啊这个就爱这个蚂蚁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爱所有的众生。这样子。我们经常也在讲，大乘佛教里面也讲啊，我们要用这个感恩的这个眼光去看这个世界。但是呢，这个世界对我有什么恩德呢？啊，如果没有恩，我为什么要看？为什么要用感恩的这个眼光去看呢？啊，这个也需要有一个理由。如果没有理由的话，这个也不容易做到。啊，如果这所有的生命啊对我有恩德，那我就可以用感恩的这个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啊，这个我是有理由的啊。如果这些生命呢、对我没有任何这个恩德的话啊，那我为什么要啊这个以感恩的这个眼光去看世界呢？啊，虽然佛菩萨要求我啊以这样子的这个心态啊对待这个世界啊，以这样子的眼光看这个世界，但是我做不到啊。为什么做不到呢？因为我没有拉不出什么理由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啊，他们对我没有任何这个恩德啊，那我为什么要感恩呢？感恩它建立在什么样的条件上啊？有恩德我才会感到这个我才会有这个感恩啊。如果没有恩啊，这些生命对我没有恩德，那我怎么能够升起这个啊感恩的心呢？啊，这个是很难的。所以就是我们平时啊。大家也喜欢说啊，用感恩的这个心啊眼光看世界啊，这是一个非常这是一个非常好听的词。但是呢，如果真正要做到，是没有这种轮回的概念，这是完全做不到的，这是没有理由的啊，没有理由的。这个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这是说说而已啊，任何人做不到。所以我们需要这个轮回的这种观念
啊，这个轮回的观念啊。那这个轮回的观念呢，是不是为了我们感恩，是不是为了这一点，就是创造一个轮回的这个学说观念呢？也不是啊，也不是，轮回它实际上就是这样子的，从这个地方我们开始修啊，这样子才我们才能够啊，这个爱一切众生，爱一切众生，才能够以这个感恩的眼光去看啊，这是可以的。这个时候呢，啊，我爱所有的生命，我是有理由的啊，因为有理由，所以我可以做到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感觉到这个所有的生命啊，所有的生命，哪怕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苍蝇、蟑螂，这样子的众生呢，曾经呢对我是有恩德的，那恩中如山，而且这样子呢，我深信不疑这一点的话，那就是我一定会感恩的，我一定会感恩的。好，这个时候呢，我可以以感恩的这个眼光，可以看这个蚯蚓，可以看这个蚊子啊，可以看这个蟑螂。平时我们不喜欢看到的，像蚊子呀、蟑螂啊，这些都是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做得到。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需要这个轮回的这个观念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我们完全不相信啊，没有轮回的观念的人啊，以感恩的世界眼光看这个世界，这是不可能的。有可能以感恩的这个眼光去看一部分的人啊，这个是有可能的啊。但是呢，以感恩的这个眼光去看整个世界、整个生命，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是说说而已。这是真正的一个有轮回的这个观念啊。然后就是知道这一切生命曾经是我的母亲的这种人啊，才能够做得到。如果能做得到，这种人才做得到啊，其他人呢啊，不可能的，这是说说而已啊。那我们现在要这个修啊，要培养一个这样子的爱，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爱。这种爱呢，从人类有史以来到现在啊，这个所有的这个思想啊，所有的观点当中啊，最伟大的啊，最伟大的就是这个菩提心，这个菩提心啊，任何一个宗教啊，任何一个这个哲学啊，里面都从来都没有一个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观念啊，没有一个这么伟大的一个这个爱心啊。那这时候呢，我们首先要这个修什么？就首先是修这个啊，知母啊，从这个知母啊，知母怜恩，然后就是报恩啊，这三个是这个七种因果当中的这个前三个啊。然后呢，有一个叫做增上一乐啊，用佛教的语言讲增上一乐啊，用我们普通的语言讲，这个就是诚信施以忠心啊，这类的词啊。然后就诚信施以啊，这是一个。然后就是慈悲啊，这是这个慈和悲是分开的，这三个啊是后三个这个因果啊。然后前三个因果，后三个因果，最后啊就是菩提心，最后就是菩提心啊。这七个叫做这个七种因果啊。前面是这三个呢啊，这个前心备忘录啊，还有回灯之光啊，这些里面都讲得很清楚的。然后后面的这三个啊，菩提啊，这个慈悲心啊，慈悲心，还有这个增上一乐，这些呢就包含在这个啊报恩的这个修法当中，所以就没有分开讲啊。但是今天我们分开讲的话，大家好理解一些啊。那首先从这个智母啊这个地方开始讲，那这个是这些理论我们不讲了，就讲具体的这个修法啊。那具体的修法，首先我们啊这个修这个智母的时候呢啊，首先我们怎么观想呢啊，观想我们自己的这个母亲啊，这一生的这个现啊，今生的这个母亲，今生的母亲观想在
我们的这个前面啊，观想很简单啊，今生的目期它什么样子就什么样，观想什么样子啊，这个不需要观想佛呀菩萨呀，就是观想他自己。嗯，啊，这观想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去思维啊，然后去思维啊，思维什么呢啊，这时候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今生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这个不需要思维啊。那思维什么，这个时候要思维今生的母亲，她不仅是今生是我的母亲啊，她是在上一世再上一世这样子这个生生死死当中啊，这跟我们都在这个流转轮回的过程当中，嗯，今生的母亲曾经啊，就这个称啊，做过我的成千上万次的这个母亲，嗯，哦，这样子去这个思维，这个叫做智母啊，这个智母，嗯，那这个需要什么？这个它的前提啊是什么呢？就是轮回啊，要有轮回，我们就相信轮回就可以这样子啊，有办法这样子去思维啊。如果不承认轮回了啊，这样子就没有办法修这个啊，没有办法修这个，根本就不存在前世，那就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这个我的今生的母亲呢，做过这么多次我们的母亲呢？啊，这是根本不可能。所以在这个时候啊，这个这个前世的这种前世今生的这种观念，在这个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没有这样子，我们是没有办法修啊这个执母。这时候修执母啊，我这一生的母亲呢，这样子这么做过我的这个无数次的这个母亲啊，这是肯定的。嗯，为什么啊？因为我们啊，从无始以来流转这个轮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这个时间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生过这个成千上万次、无数次，死过这个无数次啊。那很多时候都是有父母的啊，有些时候呢是没有父母的，但是呢，很多时候都是有父母的。那这样子呢，我们这所有的众生呢，就是彼此之间都是曾经做过父母啊。所以我的这个现在的母亲呢，她啊，不仅是现在是我的母亲，从无始以来啊，做过无数次的我的母亲。首先要肯定啊这一个，嗯，然后这个要这个我们要去思考，那、要去思考这个。一定要修这个，可能有可能要修五天呐、十天呐、半个月呀、都有可能了。就修这个法，不修其他的法。嗯，然后最后啊，我们相信或者是深深的体会到啊，我的母亲呢，不仅是这一生啊，就是就无曾经做过无数次我的母亲，对这个我们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的时候。然后再修其他的法了啊，在这个之前呢，就不修其他法，就修这个。那这个有了以后，然后修什么呢？然后就我们啊，观想父亲啊，然后其他的这个亲戚，然后一般的这个朋友，还有陌生人啊，还有如果有什么仇人的话呢，仇人也就是一样的啊，把这些所有众生观想在这个前面啊，然后我们去思维啊，这个人。虽然是在这一生当中啊，他不是我的这个母亲，但是呢啊，曾经啊，他也是做过我的母亲了啊，这样子去这个观想啊，这样去思维，然后啊，然后呢，就一个村啊，一个县，然后全世界，然后就是天下所有的众生啊，最后这样子去思维，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最后就是体会到什么？体会到那相信。天下所有众生啊，都是曾经做过我的这个母亲啊，坚对这个观念呢，一定要有坚定不移的，嗯，有一个坚定不移的，这个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要一步一步修啊。这个菩提心，表面上啊，有些时候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啊，我为一切众生要称佛啊，一时冲动的时候呢。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念头，但是呢，实际上根本是这是虚的啊，这个实际上根本不是，所以就是一步一步的修。第一个要修这个呢，修一个月也好，两个月也好，啊，两年也好，几年也好，就是就要修这个法。在这个法没有修好之前，就不能修其他的法啊。
这样子以后，如果这个没有啊，这个没有修好之前，如果去修其他法，那所有修法都修不好的，所有的修法都修得不好，所以就修这个啊。希望啊，我们今天的这里的所有的人啊，有抽一定的时间啊，抽一定的时间，然后去思考这些问题，这是我们的这个人生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整个这个生命轮回过程当中啊，因为我们过去没有修过这样子的法，那没有修过这样子的法，没有去思考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一直都一生又一生的这个轮回，已经走到今天到现在啊，还没有什么这个啊，没有什么这个觉悟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没有去思考这些问题啊，所以真正的想修菩提心的人呢啊，先修这个法啊，先不修这个法，这叫做止母啊。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知道了所有众生都是我们的母亲啊，这个时候要这个对所有的众生啊，要升起这个爱心也是不难的啊，这个时候是不难的，很容易的。所以这个是所有后面的修法的一个最基本了啊。那这个没有修好的话，就是以后的修法都修不好，所以这个修法一定要修好啊。然后第二啊，第二就是这个我们知母啊这一块就修好了以后呢，就连恩啊，我们要去这个去相连啊，这个母亲的这个恩的啊，母亲对我们的恩的，那这个怎么样去修呢？这个我们的修法里面呢，它是从五个角度去这个思维啊，五个角度去思维。这五个角度当中呢，基本上啊，这个母亲对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恩德啊，基本上就包含了这个里面呢，从五个角度去这个思维啊。那第一个是什么呢？这个我们这个像这个《全心备忘录》啊，《慧灯之光》啊，这些书里面讲得很清楚的啊。但是我们呢，一步一步的讲啊，然后呢，以后修的时候，这个要思维，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呢、啊，还没有升起菩提心之前，这过程啊，也是有很大的功德啊。我们只要去这样子思维，只有这样子去修的时候呢，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还没有升起菩提心之前呢，也有非常大的这个功德，这个跟其他的修法完全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修菩提心它本身就是有啊，佛经里面也讲过了，就是哪怕是就贪一个手指啊，就这么一个短短的时间当中啊，修菩提心的话，那这个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啊。这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修菩提心，它本身就是啊，可以清净罪业，可以积累福报啊，是非常重要，一定要修。这是因为我们这一生当中啊，我们有一个机会可以修菩提心，这就是我们的真正的福报啊，其他的所有的都是谈不上是福报啊，比如说是亿万富翁啊。全球富翁排在第一名的话，那这个也不一定是什么富翁啊，这不一定是什么福报了啊。然后就是轰动全世界的这些明星啊之类的，如果我们有机会当这个，这也不算什么，也不算什么这个福报啊，这些都不是什么，这不是什么福报啊。依靠这些名声啊，依靠这些财产，最后让我们走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都说不清楚的，所以这都不叫福报啊。真正的福报就是今天有机会走上一个这么光明的路啊，这才是真正的福报，这叫做福报啊。其余的这些都谈不上是福报了啊，所以要认真的修啊，这是知母的修法啊。然后就知母以后呢，就连恩啊。去思维啊，母亲对我的啊这个恩德啊，那既然这个所有的众生啊曾经都是我的母亲的话，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对我是什么样的恩德啊？他们对我是什么样子的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思维啊，那他们过去对我们啊什么样子？这个肯定是今生的这个父母对我们什么样？那
国区他们也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从五个啊角度去这个思维。第一个呢，母亲给予我们的这个身体啊，身体从这个方面，首先是从从这个角度去思维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身体也是啊父母赐给的啊。这个话怎么讲呢？中阴身啊，前世啊这个人死了，然后呢这个意识呢，已经脱离了这个啊，已经脱离了这个前世的这个肉体啊。那那个时候的这个身体是什么样子呢？这叫做这个中阴身，这个还没有投身之间的这个身体，也是有一个身体啊。这个我们的意识，它永远都不会单独独立存在的啊。这是我们的阴明里面讲过，它永远都不会独立存在的意识呀 意识它永远都要依靠身体，它不会独立存在。但是呢，身体有很多种身体啊，有我们现在的这样子的这个肉体啊，还有这个一个叫做意身啊，意就是意识的，我们的第六意识的意身。意身是什么样子？基本上就是在我们做梦的时候，梦里的啊，做梦的时候，我们也感觉到自己有一个身体啊，这个身体就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又回来这样子。这个身体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啊，我们在做梦的时候也就意识到啊，自己有一个身体啊，这个身体这种身体叫做意身啊，这不叫肉身，这叫做意身。那中阴身的时候就有这个意身，但是这个意身呢，就像做梦的时候的身体一样，这个是非常靠不住的、不稳定的一个这样子的身体。这个有很多的标志，但是今天我们不讲啊。如果需要了解的话，以后灌顶以后呢，我们可以看这个啊《西藏度王经》啊，这里面讲的非常清楚的，而且它不但是讲的清楚，而且它这个《西藏度王经》里面讲的描述的这个死亡的整个过程啊，就是今天啊。就发生在这个全世界各地的，就这个平时经验呢啊，还有这个意识就脱离肉体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现象，非常非常多的啊，就跟这些是完全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状况，这个叫做意识啊。那这个时候虽然是有一个意识，但是呢，这个意识呢啊，它很这个不稳定的，靠不住的，非常这个啊，是一个这样子的，那非常痛苦的这个时候啊，这时候呢啊，中阴身的所有的生命都是迫切希望啊，得到一个身体，尤其是得到一个人身啊这样子。但是呢，这个啊，我们偷身啊，是我们自己没有这样子的选择的这个自由啊，这是第一个，菩萨才有，我们普通人是没有的啊。然后呢，这也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啊。那我们对我们的母亲啊，有前世在上一世的这个因缘，有善缘啊，所以有机会这个投身在这个地方啊。如果没有这样的这个因缘的话，那是我们得不到今天的这个人生。所以当然我们知道啊，这个时候母亲没有想到要给我们赐给一个这个肉体，但是呢啊，这时候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对母亲的前世的一种善缘啊，有了这个善缘，有了这个因缘，就我们有机会啊得到了这个人生。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因缘，就得不到人生。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啊，我们的肉身也是这个母亲赐给我们的，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啊，赐给我们的生命啊，赐给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的生命怎么讲呢？啊，这是这个啊，我们刚刚啊生下来的时候啊，这个如果这个时候母亲啊如果啊不要我们的话，那我们就几个小时之内啊都会这个会死掉的啊，所以啊，母亲啊，这时候呢就不让我们这个死掉，然后呢，他就一直的养育啊到现在，所以这个也可以说这个啊，这个生命也是母亲赐给我们的啊，这是第二，然后第三就是这个赐给我们财产啊，
这个呢大家都是很清楚的啊，这个这个我们要详细的去思维啊，小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40岁50岁这样子的人都是这个很困难的年代啊出生的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母亲啊养一个儿女，这个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啊，就是母亲要经历很多很多的这个艰难困苦以后呢才能够啊养育儿女啊，那在这样子的这个艰难困苦的这个岁月里啊，母亲啊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然后呢就好吃的要比较好，这个穿的所有的好的东西啊，他就是赐给儿女啊，那这些都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了，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的，每个人都要去思考啊，自己小的时候啊，小的时候母亲啊怎么样这个爱我们啊，母亲对我有多大的这个恩德啊，这些这个生活上的这些细节啊要去这个思考啊，要去思维这些问题，要去回忆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平时我们人呢、啊、就是普通的人是真的没有意思的啊，为什么叫没有意思，比如说母亲对我们非常非常有恩的，有些母亲呢非常疼儿女的啊，那我们就是什么样子呢，什么样的状况呢，父母死的时候啊就是一个星期左右大家都很伤心啊，很痛苦啊，然后呢就慢慢忘掉了啊，忘掉了，就后来呢一年两年五年七年过去了以后呢根本就是从心里完全忘掉了，现在就是清明节的时候去烧烧馍就完了啊，就其他什么都没有，完全就忘掉了。那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那是什么样子呢？啊，因为修行人他经常修无常啊，就已经有这个危机感，这个危机意识很强的，人生的这个危机意识很强的，所以父母离开的时候呢，当时啊。就也许没有太大的这个痛苦，但是呢他们永远都不会忘掉这个父母的恩德啊，到死为止不会忘掉啊，所以就是要一直都有这个报恩的这个感恩的这个心啊，所以就为了报答母亲的恩德，然后就去这个念佛啊，修心啊，做善事啊，然后一切都回向给这个父母啊，是这样子的啊，这才是有意义啊，普通人的这种父母的感情也好，这一切感情都是非常虚假的啊，过一段时间以后呢，所有都会这个都会忘掉的啊，再对我怎么样好，再对我们怎么样好的人啊，再好的人啊也是这样子，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啊全都会消失所以不能这样子，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去回忆啊，小时候母亲对我的这对我们的这些恩德啊，要去回忆然后呢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去思考很多很多的问题啊，不仅是人的这个父母，而且是动物也是啊，动物它要这个养育他们的儿女，他们也就是这么大的这个痛苦，这么大的困难都忍着啊，然后就是养育自己的儿女，这个我们在动物世界里面呢经常能看得到啊，这些都是我们的修行的这个资料，修行的材料啊，这都去思维，都要去思维啊，这是这个第四啊，第三啊，这个赐给这个财产这是第三啊，现在也是啊，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就自己不工作，就是靠父母，这个叫啃老族啊，是不是吗？就这样子的啊，长大了不但是小的时候就是依靠父母，长大了也不想工作了啊，就是也有这样子啊，这些都是这个父母的恩德，我们要去方方面面的去这个思维这个是这个第三然后第四呢这个教我们时间法。教我们时间法，教时间法什么意思呢？有些我们的一些知识是从学校里面从老师那里学来的但是呢很多基本的这个人生的这个常识基本的生活常识都是母亲教我们的怎么样说话，怎么样走路怎么样吃饭等等这些生活上的很多的这些基本的常识
啊，是母亲教我们的，并不是老师教我们的啊，这叫做教世间法的这个恩德啊，这是第四。然后第五啊，然后今天我们有从佛法，第五是从佛法的角度思维啊，今天我们有啊这个机会啊，这个听法有机会，这个修心啊，这些都是这些都是这个啊母亲的恩德。如果没有母亲呢，那我们的今天的一切都不会有的，都不会有的。所以要这样子去思考啊，也要这样子去这个思考啊，这是很重要的。啊，有些人呢，就是小时候就受到父母的虐待啊，这样子以后呢，从心理上有些创伤啊，到现在修这个的时候呢，就是有些障碍。但是这种人呢，还是要去虽然是在这一生当中是这样子啊，我们的父亲也好，母亲也好，对我们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啊，我们自己啊也有不好的地方，这是就我们的前世啊，是自己的业力啊。如果不是，那所有人的这个母亲父亲都不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们几个人的这个父母是这样子呢？这也是有自己的这个因果啊在里面啊，所以这也不能恨父母啊。虽然是这一生当中是这样，但是呢，再前一世的时候呢，我们的父母也就是跟大家的父母一样的啊，对我们有恩德的。这样子去这个这个思考啊。然后呢，生活上的所有这个细节的，我想每一个人啊都有啊这个很多很多的故事啊，故事我们都可以去这个思考啊，都可以去回忆。这些回忆呢啊，我们不修行的时候，这些回忆就过了啊，就忘得差不多了啊。那现在我们修行的时候呢，要去回忆这些，要去回忆啊，母亲对我有多大的这个啊这个恩德，这都要去这个思考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啊，从五个角度去这个回忆啊，这个母亲对我们的恩德啊。这个第一啊，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第三啊，赐给财产呢、啊、这方面呢，我们可以思考很多很多啊，可以这个思考很多，可以回忆很多的这些小时候的这些故事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本身就是每个人都啊，对自己的母亲呢、啊、是有这个感情的啊，大家都知道母亲对我们非常好，有恩德啊。但是呢，通过这个修行以后呢，啊，更加的这个感觉到啊，母亲对我们的恩德啊，更加感觉到母亲对我们的恩德了。那好，这是这个第二个修法，这叫做这个怜恩啊，去回忆母亲的这个恩德啊，这是第二。然后第三啊，第三是什么呢？第三是报恩啊，报恩，要报恩，感恩啊。那我既然我们的母亲对我们有这么大的这个恩德啊，那我们现在我们该做什么呢？啊，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该做什么？我们需不需要啊做什么事情啊？这是需要的啊。难道母亲对我们的这所有的付出啊，对所有的付出，我们就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吗？啊，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啊，我们凡夫呢，一直都是这么愚昧啊。比如说，我们去杀生啊，对无辜的生命带来了这么大的这个伤害，但是呢，我们也认为这个我不需要负什么后果啊。然后呢，父母对我们，尤其是母亲对我们这么大的恩德，然后我们也慢慢忘掉了，最后我们也认为不需要去付出什么呢？这都是我们的愚昧啊，这叫做愚昧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去这个回忆母亲的恩德，然后以后呢，我要再去思考，那我现在该做的是什么啊？既然我们的母亲啊对我们的这个有这么大的恩德，那我们现在该做的是什么？需不需要做什么啊？这个是肯定要的啊。那是什么呢？就是报恩啊。这个时候就报恩啊。那这时候呢，我们啊大家都说的这个以感恩的眼光看世界，这个时候我们才做到了啊。因为这所有的生命呢，
都是曾经是我们的这个母亲，曾经做过我们的母亲，那这些所有的母亲呢，对我就是有这么大的这个恩的，那我现在呢，我要报恩了，这个这样子以后呢，才能够感恩的眼光看世界，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生命，当然了，我们说的生命不是这个植物，就是这个有情众生，所有的这个生命呢，对我们有这么大的恩德，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这个报恩了，那这个是第三个修法，报恩，我要报答这个恩德，那我怎么样这个报答这个恩德呢？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怎么样用个什么样的方法去报答这个恩德，那报答恩德的方法，如果我拿钱去这个帮助众生，这个也是可以的，也是一个报恩的这个一部分，这也是可以，然后呢献血或者是去当义工等等有很多事情可以做都可以做这些都是报恩的一种这个表现，都是很好的，但是呢我们刚刚讲过了，这不都不是最好的报恩的方法了，都不是，比如说一个人生病了，那没有人照顾，我们去照顾了，对吧，他就这个病治好了，出院了我暂时给他解决一部分的这个问题了，但是呢他有可能有一天又生病了那这个时候呢我有没有可能我再去做这样子的这个事情，这个有没有这个机会呢这就很难说了所以呢这一切都是不是最好的这个报恩的方法报恩的方法，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这个报恩呢那这个时候我一定要让我的母亲得解脱我一定要让我的母亲成佛要有这样子的决心和勇气这就是真正的这个报恩的心这个阿底峡尊者讲的这个报恩呢，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呢？就要达到这个标准只要有这个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修下一个修法了虽然我们感觉到母亲对我们的这个恩德很恩重如山但是呢，没有报恩的心现在没有报恩的心，这样子呢也不信的，也修了也没有用的，需要有报恩的心，需要有感恩的心这些都是这样子可以培养的我们这个佛法里面呢，它是有这样子的培养的方法呀，就是一步一步这个步骤这个层次次第讲得非常清楚的这是一种心灵的训练一种训练的方式，一个非常系统的这个训练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的这个自私自利的心可以训练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可以训练到完全可以忘掉自己一切都是为了众生可以训练到这个地步如果自己这个投入的话，可以训练到这个程度，我们的内心是可以这样子训练的但是呢，我们前几天也讲过，我们还没有学佛之前呢，虽然是我们学了一些生活的这个常识、生存的方法，但是呢，我们的内心从来没有训练，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的这个训练一直都是我们的心在主宰我自己的一切我们就是一直都在我们的身体和语言呢一直都就是跟着这个心，跟着我们的念头走一直都在以我们的念头来控制我的一切我们从来没有训练过它那现在呢，修行，什么叫做修行？修行就是训练训练我们自己的内心，这样子可以训练出来的这是绝对没问题的，可以训练的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这个训练，这个非常重要，这就是这个报恩那这三个呢观想的时候，我们刚刚是观想我们自己的这个母亲为什么呢？首先因为我们的母亲本身就是我们感觉到母亲对我们的恩德本身就是这个感情很深的，所以首先观想母亲这个比较容易修出来，比较容易升起这个这个指母
啊、连恩呐、啊，这些都比较容易。嗯，那在母亲的身上，这三个修法啊，我们修好了以后，修成功了以后呢，然后再换一个啊，再换一个父亲呢，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亲戚，然后呢，植母的时候呢，啊，这个人虽然在这一生当中他不是我的母亲啊，但是呢，他曾经啊也是做过我的这个母亲的。啊，然后他做我的母亲的当时呢，啊，也就是我现在的母亲一样，对我恩重如山啊，这是我自己啊不知道而已啊，我们真的是非常愚昧的，明天发生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啊，前一世发生了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所有都已经忘了啊，已经忘掉了。那、啊、现在我们的母亲呢，对我们这么大的恩德，但是呢，我们死了在投生的时候呢，这一切我们都忘掉了啊。一切都忘掉了，一生又一生都是这样子，嗯，都忘掉了，啊，但是呢，我们从现在起啊，去学啊，就学会感恩啊，学报恩啊，这些所有的母亲对我们的这个付出啊，我们也要这个报恩的啊。那然后我们对众生的这些啊，这些带来的这些伤害，我们也要这个付出啊，也要这个代付出代价的啊，这个不可能，我们不需要付出任何，不需要付任何后果啊，这叫做因果啊。这些佛教里面讲，这所有都是非常的这个客观的，这些合情合理的，嗯，所以我们这样子思维，首先呢，我们经常也在讲，我们还是要去这个啊，这个。文思啊，如果没有一定的文思的基础的话，那这一系列的这个问题，有些时候我们自己都有很多的这个困扰啊。然后呢，这个解不开了以后呢，修心修不下去。比如说我们念佛啊，念阿弥陀佛，非常好的法门，非常好，嗯。但是呢，啊，念佛啊，这个修净土也要发菩提心。啊、那这个菩提心怎么来的呢？这个菩提心也是这样子，这个从啊这个植母连这样子修啊。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温思啊，没有去学过这些知识的话，那这一很多问题啊都解决不了的啊。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那就是非常影响我们的这个修心了、啊，修心是没有办法修下去了啊。所以，除了这个就。啊，就七八十岁的这个老年人以外呢，啊，大家啊，还是我们经常都在讲，还是要问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问事的话，我们什么都不懂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修心也是啊不顺利的，就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然后这些障碍呢，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解决啊，这是很痛苦的事情。所以还是要问事，问事了以后呢。这所有的这些思路啊，还有他的这个利诱，他的远离啊，我们自己很清楚了啊，这样子对我们的这个实修啊也有很大的帮助啊。这是、这个在母亲身上这样子修完了以后呢，再观想一个啊，这个其他的亲戚啊，然后最后呢啊，不是最后，在中间，然后再观想陌生人啊，然后最后就观想。啊，如果有仇人啊，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观想这个仇人啊，或者敌人啊。如果没有什么仇人啊，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什么仇人，那这样子的话呢，就经常啊，就或者是过去，或者现在，或者未来啊，来干扰我们的修行，或者是来阻碍我们修行的这些。鬼呀魔啊，他们就是代表我们的这个啊仇人，然后就观想这些众生啊，那这些众生也是一样的啊，这些众生呢，他们曾经也是啊我们的父母，但是因为我们很愚昧，这个我们只能看到这个现实的啊，就是这一块，我们的生命呢，这不是一个这样子的片段啊，它是一个整体的，它有过去，它有未来，嗯。但是呢，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就当作一个片段的，没有过去的，没有未来的，啊，就看眼前这一点啊。然后呢，眼前这一点对我好，我认为好；对我不好的，我认为是不好的啊。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子。这个好与不好，所有都是暂时的、短暂的啊。
然后对我不好的，有可能这一生当中都有可能对我变成对我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啊，都有可能。然后这一生当中对我很好的这个朋友啊，不用说下一世再下一世，这一生当中都有可能啊变成这个仇人，都有可能。所以这个时间的一切都在这个变化当中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这个去思维啊，这些人呢，这些像这个非人啊，就是像魔鬼之类的啊，鬼啊这些，那他们呢啊，虽然这个这一生当中啊来伤害我啊，但是过去他们也是一样的我的这个母亲啊，那他做我的母亲的时候呢，他一样的这个爱我们，他一样的疼我们，他一样的这个对现在的母亲一样有这个恩的啊，这样去思考，这样子以后呢啊，我们在所有人的身上啊就可以修到啊这个知母怜恩报恩这三个修好了以后，然后啊再去观想啊一个村的一个县的啊，然后就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地球的，然后天下所有的众生，嗯。这个范围就逐渐逐渐的扩大啊，然后最后呢啊，天下所有的众生啊，观想了以后，这样去思维啊，这个思维也许需要很长时间啊。我们的一些这个以前的上师专门修菩提心，修九年啊，九年以后就修成了啊，不修其他的任何的法，就到山东里面去啊，就修菩提心这一个修法。修九年啊，九年以后啊，这个在山东里面进去的时候呢，是有一个自私自利的普通的人啊，出来的时候呢啊，就是忘掉自己利益一切众生的一个这样子的人，他把自己训练成这样子了啊，有这样子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例子啊，那我们就不知道要需要多长时间了啊，这个是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啊，这个就不一样了，但是。这是肯定需要下功夫的，没有那么容易的啊。这菩提心我们知道不是像我们说那么容易啊，像出离心呢也许容易一些啊，因为我们各种各样的这个灾难啊，然后生老病死的问题，然后家庭的问题，婚姻的问题，感情的问题，然后就各种各样的这个啊这些问题就发现了以后啊，这每个人都就一生当中就经历很多坎坷啊，这样子以后呢，大家知道啊，人就是六道轮回当中还是算不错的，那人间都是这样子的话呢，其他的这个众生啊，那就是很苦了。那让我再来做人的话，我都不愿意了啊。那不愿意怎么办呢？我不愿意就可以不需要来吗？那不是这样子，没有这个自由啊。那我怎么办啊？如果我投身到什么地狱啊这当中的话，那就是更残忍啊。再有机会做人的话，那也就不愿意了。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啊。那这个时候呢，大家想解脱，所以出离心呢，也许比较容易一些啊，也许比较容易。但是菩提心就是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了，不这么容易啊。我们要爱所有的众生，凭什么我们要爱所有众生啊？啊，这等等，都是都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啊一个实际的这种方法啊训练，就是没有不可能达到这个啊，因为这个很难，所以佛陀也就是经常这个赞叹啊菩提心的功德啊。佛陀经常讲菩提心的不可思议的功德，因为这个很难做到啊，很伟大的啊，所以佛陀赞叹。如果这个人人都做到，很简单，那也不会这么赞叹的啊。这是具体的修法啊，大家清楚了啊，这个就是具体的修法。希望我们啊，从现在开始要修。看现在开始要修，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啊，我们比如说做生意的人，今天啊可以赚100万，如果就是这自己失去了这个机会，如果明天后天没有这个机会去赚的话，那就很多人都是会后悔死的啊。但是呢，我们今天这个菩提心就不是这样子了，有这样子的啊机会去修菩提心，
因为我们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原因呢，这个一拖再拖，这样子一直都不修，那最后没有这个机会，失去机会的话，这是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所以大家去思考一下，体会一下这种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啊？我们从来没有在这样子去思维过啊。当然有很多人已经在修了，我这个除了这些人以外啊，我们普通人呢从来没有这样去思过啊，从来没有这样去想过这种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大家应该去感受一下这个啊，去感受一下这个，也许是很刺激的啊。那现代的人不是很经常找刺激吗？啊，也许是很刺激的，也许是很有意思的啊。这是第一、第二、第三个修法，然后呢，下面的第几个啊？这是这个第一个呢这个慈心慈悲啊，首先是受慈心啊，慈悲当中的慈，慈啊，这个慈呢，我们要分两种啊，一个是这个叫做大慈啊，大慈大悲的大慈，那另外一个叫做就是跟我们刚刚前面讲的爱一切众生啊，就一个慈呢叫做大慈啊，另外一个这个慈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要发菩提心的话，贤学爱一切众生的这个爱就叫做这个慈啊，慈要分两个层次。两个层次，第一个慈悲啊，就是希望所有众生啊都有心腹啊，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爱我们的父母，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父母啊一辈子都心腹健康，这样子这个叫做爱，这个也叫做慈，这个是慈的一部分，最基础的慈啊。那这个已经讲过了啊，然后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慈叫做这个大慈啊，大慈呢，在这个慈母啊怜恩报恩这个的后面啊，就在这个后面啊，这先修这个慈啊，那修慈悲心的这慈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一样的，这个观想先观想自己的这个母亲啊，观想在前面，然后呢，刚刚前面讲的这个啊慈母。连恩报恩这三个修法呢，要修一个简略的啊，这个时间不需要很长，要简单的这个修一下，要过一下啊。然后呢，这个过完了以后，就开始修这个大慈啊。首先要知道什么叫做慈，慈就是我们刚刚也说了啊，就是希望啊，衷心的希望天下所有的生命啊，都拥有幸福啊，都拥有健康。啊，这样子，那这个心腹当中呢，又包含了这个佛的果位啊，永久的这个心腹，然后呢，暂时的心腹是啊，这个就比如说做人的时候呢，健康啊，长寿啊，然后等等，就是这个时间的这个心腹，那另外一个是出世间的这个心腹，就这两个心腹啊。那这个时候具体的修法是，首先这三个过一下，过完了以后呢我们这个观想了母亲，然后就去思维啊，那我母亲她是希望自己拥有这个健康啊，她希望拥有这个幸福，她希望拥有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个幸福，但是呢，因为这跟我母亲呢很愚昧所以她不知道什么是对她这个带来幸福的她不知道什么是对她带来这个痛苦的这个她的这个理想她的追求和她的这种方法呢是颠倒的，她为了自己的这个健康去杀鸡杀鱼。来补自己的这个身体，他认为这样子才自己会健康但是呢杀鸡杀鱼也许表面上对身体也许有一些影响，但是呢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杀鸡杀鱼然后这样子以后呢用终生的生命来补我自己的这个身体
这个是需要这个付出惨重的代价的啊，这个是绝不可能有什么啊好的后果啊。所以我的母亲呢，因为她很这个，她很这个迷茫啊，所以她找不到真正的这个方向，她找不到真正这个人能够心服的这种方法啊，所以她一直都这样子这个啊，这样子这个颠倒以后呢，一直都痛苦啊。但我现在希望啊，我的母亲啊，拥有这个心腹啊，这样子去思维啊，这样子去思维。然后这个回灯之光里面呢，也讲过啊，我们这个时候呢，第一个就是要想啊，我的母亲有健康啊，有这个拥有所有的这个世间的这个心腹啊，那这样子就该多好啊，这样子去思维啊，这一个啊。第二个呢，发愿啊，衷心的这个啊，要发愿啊，就是愿我的母亲啊，拥有健康啊，拥有幸福等等，这样子发愿啊。第二呢啊，这是第二，第三就是要祈祷上师三宝啊，祈祷三宝啊，祈祷三宝啊，我母亲啊，拥有幸福啊，不离开幸福啊，这样子拥有幸福啊。这是第三啊，然后第四呢啊，我在这个我心里光是这样子想还不够的啊，我要想办法让我母亲啊拥有这些心腹啊，我要去这个，我要实际行动啊，我想一切办法让我的母亲啊健康，让我的母亲心腹，嗯，这样子这个四个啊，这个发心也是很重要的啊，反复的去这样子这个思维啊，这种修法叫做这个修法啊，这个修法叫做这个大慈的修法啊，慈就是希望中希望母亲拥有心腹啊，嗯，这个有些时候呢，我们思维的时候啊，就是心里很累啊，不想思维啊，不想思维，那这个时候。是我们前几天讲的这个方法是一样的，这时候呢啊，心平静下来啊，平静下来，这个时候呢也不去思维啊，什么都不想，就是安住在这个无念的这个状态当中，无念就是没有杂念啊，没有念头啊，这个当中啊去休息，嗯，休息，这个时候呢观察自己的心啊，我刚才一直都在这个思考这个我的母亲的恩德，思维我的母亲的恩德啊，那到底什么东西在这个思维？我们大家都说我的意识在这个思维啊，那么意识呢啊，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叫做意识？什么是意识啊？然后去观察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的家性的这些修法呀修得比较好，根基比较成熟的话，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啊发现。这个心的本性，也就是这个真物啊，都有可能了啊。但是，这个家性的修法还没有修好之前，这样子的真物的可能性很小啊。但是这个没关系，真物以后会真物的，先修菩提心。然后休息好了以后呢，然后在心里重新开始念，冒出一个念头的时候，然后呢，不能啊，继续。冒出这些啊，这个没有用的念头，然后又去思维啊，思维的方式都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反复的去思维啊，反复的去思维。每一次我们思维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思维这个母亲的恩德啊，就是非常有感觉的时候啊，非常有感觉，这个修心修得很好的时候，如这个时候立即要停下来，嗯，这跟我们。曾经也讲过了，感觉非常好的时候要停下来啊，然后停下来以后，然后又立即又从头去思维啊，由思维就通过这个思维的力量，最后啊，我们就是啊，就心里有这个慈心悲心，感觉非常好的时候，又要停止啊，那这个是为什么呢？这样子每一次都这样，感觉非常好的时候停下来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对这个修心呢有兴趣啊。刚刚我们感觉非常好了，然后呢，我们有啊希望找到这样子的这个感觉，然后又去思考，这每一次都是
都是修心修得很成功的啊。如果在这个时候啊，我们没有停下来的话，那就是就再过几分钟或者几秒钟以后呢，就心里又开始啊，就冒出其他的杂念啊。这种杂念出来了以后呢，它把我们的这修心呢，这感觉会中断啊。这样子以后呢，就修心最后都是杂念啊，没有感觉啊，这样子的。所以在这个时候要停下来，又重新去思考啊。这个任何一个修法，包括我们修空性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啊。所有的修法都是这样子。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大作入作或者是这个思维的这个次数要多啊，但是这个时间要断啊，这样子效果会好的啊。以后这个修心修的比较成熟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时间可以延长啊，它自然就会延长的啊。这个时候我们啊修这个大悲，然后呢在母亲身上这个大悲修好了以后，然后跟前面很一样啊，再换一个其他的亲戚啊，然后再换一个普通的陌生人啊，然后最后就是仇人啊，那最后就是这个全师师姐还有天下所有的众生啊观想完了以后呢，对他们修这个慈悲心啊，对他们修慈悲心啊，这是这个后三个的这个第一个啊，七个因果当中的第一个。然后第二，然后就是第二是悲心啊，第二就是悲心啊，大慈大悲大悲心啊，大悲心它的本体是什么呢？啊，衷心的希望天下所有的众生啊，远离一切痛苦，大大小小的痛苦，这个叫做悲心，这叫做大悲心啊。那这个大悲心怎么修呢？啊，我们就这个有首先具体的方法，先观想我们自己的这一生的这个母亲啊。那观想的时候，这个我们曾经也讲过了，比如说母亲啊，这个就我们要观想一个什么样的呢？啊，比如说啊，年纪大。啊，然后就是生病啊，身体弱啊，一个这样子的时候的母亲啊，状况比较糟糕的时候的这个母亲啊，这样子呢，这个大悲心啊比较容易升起来啊，所以观想一个这时候的母亲，然后观想的时候啊，具体的修法呢请大家记住啊，这个具体的修法呢，我刚刚也讲了，在这个时候又是。慈母怜恩报恩这三个要过一下，这个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这个之前已经修过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不需要刻意的去修啊，但是呢这个修法呢也要过一下，要个短短的时间当中要修一下啊。那修完了这三个修完了以后，然后具体的这个修法啊，就是修这个大悲心，修大悲心啊。那大悲心这个时候我们就思维啊，我母亲她一辈子啊都是希望自己没有痛苦，那自己没有痛苦，她任何一个这个痛苦啊，连一个很小小的痛苦她都不愿意接受的，但是呢，因为我母亲在这个因果趋势上面呢很愚昧啊，所以她经常去做这个。让自己痛苦的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啊，希望自己长寿，然后就去杀生啊，希望自己发财，然后就去偷别人的东西啊，希望自己得到什么，达到什么目的，然后去欺骗人啊，等等啊，那这一切，我的母亲是为了希望自己啊，这个没有痛苦，但是那为了没有痛苦，他做这些事情，但是。实际上呢，这一切都是给他带来痛苦的最大的因素。他一生当中都是这样子，这个痛苦，他的生老病死，然后各种各样的痛苦都去这个思维然后呢，我们希望我的这个母亲从现在起远离这所有的这个痛苦这时候呢，这个修法就不需要花很长时间了，因为前面的这修法修好了以后呢，这种修法
所以在母亲的身上啊，就自然而然就会有的这些感觉啊，这修法都不需要费很长的这个时间，不需要费力啊。那这个时候呢，有时我们跟前面讲的有四个方面这个思维，首先是啊，我母亲啊远离所有的这个痛苦的话，那就该多好啊，就经常就去思维，这是一个思维的方式啊。第二呢，发心愿啊，发愿啊，愿我的母亲能够啊远离一切痛苦啊，这是第二。第三就是祈祷啊，祈祷佛，祈祷菩萨，祈祷三宝啊，希望这个愿我的母亲远离痛苦啊。第四啊，那就是光是发愿，光是祈祷还不够啊，我要实际行动，我应该有实际行动啊，我自己去想办法让我的母亲啊远离一切痛苦啊，这是第四啊。这四个这个四个过程啊，就去思考啊，这就是反复的去思考，这叫做修大悲心啊，这叫做修大悲心。那这个慈和悲两个的这个前后的因果关系是什么呢？是不是一定会悲心在这个后面，慈心在前面呢？这个是不一定的啊。大悲心和大慈心，大慈大悲呢，有可能慈在前面，悲在后面都有可能啊。但是为什么说慈然后是悲呢？这个因果其中因果当中，慈心是前面的，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慈有大慈和另外还有一种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慈，这就是爱一切众生啊。那这个爱一切众生的这个慈呢啊，这个慈心呢，一定要在这个悲心的前面啊，这是所有的基础，所以这两个就有这样子的。有这样子的这个顺序次第啊，这个次第是这样子，这是这个第五啊。然后第六是什么呢？这个叫做增上益乐啊，增上益乐啊。增上益乐的意思是什么呢？增上益乐意思，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都是啊，希望这个母亲没有痛苦啊，希望使这个母亲啊得到幸福呀，等等，一切都是这样子啊。那现在呢，就是这个增上益乐的意思就是说啊，我光是这个希望，我光是发愿还不够啊，就让一切众生远离痛苦，让一切众生这个拥有幸福这件事情啊，我去完成啊，一定要我去完成，一定要我去做这件事情啊，这个叫做这个增上益乐。这不仅是啊，这个不仅是发愿呢，这就是啊，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需要一个很大的勇气啊。那这个之前的这些慈心呐、悲心呐、这些呢，小乘佛教它也有，阿罗汉也有啊。但是呢，从这个以后的最后两个呢，啊，阿罗汉他们也没有，小乘佛教没有。他们小乘佛教他希望所有众生都远离一切痛苦，但是呢，他没有勇气啊，这件事情我去完成啊，他没有这种想法，这是他心里发愿而已，他希望所有众生没有痛苦，拥有幸福。这个小乘佛叫阿罗汉，他也是这样子，但是他啊，始终他没有办法发这个心啊，我要去完成这件事情啊。那大乘佛教这个时候呢，这叫做增上益乐啊，这需要有勇气啊，这个不但是希望中一切众生啊没有痛苦啊，那。不但是希望啊，我现在呢，我要去做这个事情，完成这个事情，我要去这个让一切众生远离痛苦啊，我要去让一切众生拥有幸福，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完成，我一定要做这个事情啊，这叫做增上益乐，这个是第六啊，这个非常重要了。然后第七就是菩提心啊，那我要去这个做这件事情啊，我要去完成这件事情，那我需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完成呢？是不是用钱呢？是不是用名声呢？是不是用这个其他的？都不是啊，我要成佛啊，我成佛了以后呢，才能够完成这所有的事情啊。如果我不成佛的话，那就这些完不了的，所以这个办不了啊，所以我一定要这个成佛。这个时候呢，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啊，这时候呢就升起来了啊，这叫做啊这个七种因果的修法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修法。
这个里面呢没有什么很复杂的这个修法，今天我讲的这个修法呢也是比较全面的啊，但是我今天讲的这个是从大悲心开始讲的啊，本来是有四个无量心，四无量心啊，慈悲喜舍啊，那我们今天讲的是以悲啊为主，以悲为主啊，当然这个里面也有慈啊，但是这个这个舍啊还有这个喜啊这些呢我们没有讲，没有讲修行的时候如果要这个要修广一点，那就是慈悲喜舍啊都要修啊，如果修简单一点的话，那就是只修慈和悲也就够了啊，这是这个前行备忘录当中也说了，慈和悲就够了。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以这个慈和悲为主，这里面就包含其他的这个修法了，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完整的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啊。然后这个修完了以后呢就起坐回向啊，这都是我们前几天讲的这些修法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这个中间的这个是阿底峡尊者的这个修法啊，那这个那、这个普贤上师这个如菩萨心论当中讲的这个修法我们今天没有讲，但是呢这个很多人在学这个学过这个如菩萨心论了，然后这个里面有些具体的修法呢，像慧灯之光啊，这里面也就反复的这个讲过了，然后这个就讲这个紫塔香化呢，这些的最好的这个论点就是这个如菩萨心论啊，这个当中讲得很清楚了啊。那不一定这两个修法都要修，其中一个修法如果修得好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了，那可以升起这个菩提心。那最后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就这么多的过程这些都是过程那这过程所有过程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那我要去完成这件事情的话，那我必须要成佛了我成佛了才能够顺利的完成这件事情那我如果我没有成佛的话，我在这个世间做再大的官也完不成这个事情做再有钱的人也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事情做再有名气的也就没办法完成，唯一的我成了佛才能够完成这件事所以我一定要成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观察一下我一定要成佛，那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要完成这件事情所以我要成佛并不是说我认为这个佛陀很伟大呀，或者是如果我成佛的话，那这个佛他没有生老病死的这个痛苦，很幸福的，而且他的幸福呢不是短暂的不是相对的，他是绝对的幸福，永久的幸福，这是很有意思，所以我要去当佛陀他不是这样子了。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这样子修下来了以后，我们发现我要成佛的目的就是我就是要完成这个工作所以我要成佛这样子以后呢才是真正的达成佛法了我要成佛为什么呢？我要度众生我要度众生，我要利益众生，所以我要这个成佛他并没有说因为这个轮回很痛苦呀，我不愿意在这个轮回当中再徘徊呀，所以我要解脱，他没有这样子去思考这个问题了他就是要完成这个所有众生的这个离苦得乐这个工作，所以我要成佛，这就是标准的这个菩提心这个就是标准的菩提心。有了这个菩提心以后呢，那这从此以后我们叫做菩萨我们菩萨什么呢？我们不要认为菩萨是泥塑的，一动不动，一直站在上面的这个不一定。菩萨就是人菩萨是人人当中的什么样，是不是出家人呢？那不一定的就是谁有这样子的这个发心谁是菩萨这个叫做菩萨这叫做活菩萨。我们经常说活佛，就不说活菩萨，但是这个才是真正的活菩萨这个是我们自己都有机会当这个没有机会当活佛，但是有机会当活菩萨
对于我们来说就够了，这个就能当活菩萨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大家要认真的去修这个非常重要。然后最后呢，起坐了，回向这些都已经讲过了，就跟这些前面的修法是一样的。好，今天我们的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就讲到这里。然后这个菩提心的这个还有一个呢补充一下，这个念诵然后这个念十万遍，念十万遍那这个念诵怎么样念呢？我们还是要大坐大坐的，我们昨天也讲过了，这个大坐的三分之二的时间用来这个思维观想然后最后的一个三分之一的时间就用来这个念这个皈依的偈子，念皈依偈这个要念十万遍但是念了十万遍一百万遍也好，如果没有菩提心的话，那这个念的再多也没有太大意义。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最关键的就是这个菩提心菩提心修好了，那就是我们就完成这个课程了如果菩提心还没有升起来，那这个念诵念的再多也没有用这个但是这个十万遍呢，我们修加心的时候还是要这个数字还是要这个念够这样子。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最好你们把这个皈依的偈子还有这个发心的偈子呢，还是最好念藏文的印先去了解这四句话的这个内容了解好了以后，然后念藏文的音，边念边观想边念边思维这样子就这个算是这个菩提心修好了。菩提心修完了以后呢，如果我们这一生当中没有修到其他任何法也没关系的就是已经是非常不错了，有菩提心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变成就变成菩萨了。我们来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是一个普通的人离开这个世界走的时候呢，虽然是我们的这个房子呀、车子呀，还有名牌的衣服呀、金银的首饰呀，这些带不走了，但是呢，这个菩提心可以带走的那菩提心可以带走，这样子的话，那就够了。这其他的本身带不走，能带走也没有什么，能够带一个菩提心这样子回去的话这个就是已经是非常非常我们应该是满足了所以希望大家就抓紧时间修这个菩提心这样子。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菩提心的修法讲完了。所能的一探者是八年冬令一别真人本事金刚南极王龙之八这边做林做瓦做文书我们阿红班子人格的把马色的红我们阿红班子人格的把马